各位听众，大家来到我们的盘后的节目。那今天首先跟大家恭喜一下，因为今天大家的股票应该都蛮开心的，都开心，黄仁勋当然是很开心啊。如果你在之前有做动作，上礼拜四、礼拜五你蛮惊啊，尤其是礼拜四的时候，我还特别跟你叮咛，你就买六月主流股就好了。今天是六月三号而已，而且天天嘛都可以进财，啊，你又不来电。你说想要日日进场，除了来电，因为你在下跌过程，你一定会怕嘛。那今天知识本一样有资料哈，一样送给你，但是两条路，要赚钱请来电。资料送给你是把一些基本面的资料，我都有准备了一些基本面资料。我承认这些股票只是让你知道一些未来的方向，哦，那是可以马上就是明天就是飙股，我没有这样跟你讲哦。我不做这种事，要标股，要五颗，要五颗星的股票，要能马上现买可以现赚涨停板，像今天的很多广运啊，包括之前跟你讲的股票一拳啊，是不是都很强？好，所以早说过的事情就是，你下跌的时候要找会看眼睛好的帮你看得懂。那当然，今天行情的一个会大涨的。盘中呢，曾经来到438点，中场也涨了362点。当然是谁贡献的？又是 AI， 哦，也是黄仁勋，真的是这个人实在是超级超级厉害的，真的超级厉害。他连可以把张忠谋92岁都带到夜市去逛街，他说这辈子他从来没逛过。哎呀，他真的是，所以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好哈。还有可以谁跟他逛了街？还有林百里嘛，哈，所以这边暗示你什么？暗示你什么？不是只有会逛夜市哎，哈，实在这个东西都是他们的。我要怎么说？现在很多哈，任何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再看他们的一些关系哦，你就可以知道很清楚。那当然，今天你持续去逛夜市啊，他昨天去逛了，你今天也可以去逛啊，逛宁夏夜市，台北市的哈。那逛夜市要干嘛？虽然那个夜市我逛过，我是觉得还好了，但有时就是做广告嘛哈。那今天台股为什么大涨？在相对台股真的，我今天早上第一通口讯告诉我会什么？道琼大涨有没有用？当然是没有用啊。道琼大涨500-600点，现在最重要的是费半跟纳指却是拉回整理了。我特别告诉我们的会员，你如果想要道琼持续的大涨，没有 AI， 你要想我们台股马上再来创新高就没有。但是它就是因为费半跟纳指却是拉回整理，所以我想替这华裔也希望说有点机会带你去买一些相关股票，就是可以有跌才很好买啊。但是很可惜啊。所以那个超级拉拉队昨天一旦涨，他实在是太厉害了哈，太厉害，所以他所到之处，他讲的话都话术也跟当嘛。所以今天 AI 实际上也是因为他的话，他有40家供应链，尤其他特别讲出一家公司啊，这家公司什么，就是银百里的那个广运呐，都是跟机器人有相关性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看他，既然他讲话，他台股的供应链对辉达的重要性，还有特别讲，从他最后他演讲的话就知道了，他说台股供应链对辉达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也黄又说了，台湾帮忙助我们实现了一个愿景，在这个漫长的路上，无数的伙伴就是我们台湾的伙伴支持着我们，从加速运算已经在提醒你了，电脑绘图科学研究到人工智慧的高峰，每一颗晶片，好，来帮我放大一下，来，每一颗电脑，欸，奇怪，怎么这不太会动，我说这只哦，好吧，哦，原来是这样，我一下糊涂了哈。道琼大涨，费半哈，好，这是上一页的，好看，我们看下一页。他说，每一颗晶片是
每一个台湾都描写出你们的辛勤的工作和追求的完美的故事。那代表说他跟台湾就是非常的非常，而且进来不是只有他来台湾，太多人来台湾。超伟你也知道，苏之峰今天也讲话了，还有接着谁？连建后，哦，梁建后，梁建后，哦，就是美超伟的，也一样在台湾的，哦，还有啊，连英特尔啥呢？英特尔也一定要来拜访台湾了，哦，基辛格，还有很多很多，未来还很多人会来台湾拜访，因为大家都缺什么晶片，那只有台湾的晶片最便宜又好用，大家都要来抢货。你说 AI 这个地方会不会有点太 over？ 太错了，因为还有机器人时代的来临，所以辉达抢智慧工厂的商机，为啥一直频频来台湾？真的有原因的啦，现在我们真的也真的有原因的，就是台湾的工又便宜，对啊，算起来是台湾实在是算是很便宜哎，你看看台湾人又很肯干，然后做了晶片，所有的世界都没有比我们更加的优质，所以当然辉达站在他的立场上，他本身。一定要台湾的支持，好，也不要说因为他现在身价最高，我们就觉得因为他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在错了，他是在跟着我们台湾来走的，是台湾帮他的忙才创造他很感恩啊，他也承认啊，哦，是这样子来了哈，所以接着我们再看一下机器的时代，再从五月份初步的跟你讲说，黑的是主流啊啦哈。啊，到六月我还是跟你讲，机器人时代、AI 时代都不会改变的。如果没有这些，你别要想大盘马上就会创新高。但是的确，大盘在休息的过程里面，有一些次族群它会冒出头来哦，通通都有机会。只是你需要大赚还是小赚，还是你那跟着我当然会大发啊，因为我给你的股票都什么都快很准。哦，那想要日日进财，哦，日日进财就来电，哦，也不要问我给你什么股票，反正来。我们今天有个会员跟我讲，他参加很多老师，实际上他说真的，他非常感恩我们的团队。我也常跟你讲说，我不用来参加我亲爱的，如果你有问题，包括我普通会或特别会，如果有跟不上，我会免费赠送帮你做服务的。那你说为什么老师你请他清代不爱穿？因为我已经告诉过你，我现在忙不过来。当然我们清代的会员有收，但是我一定要评估过后，哦，是不是可以帮得上你忙，否则我真的不想收。我想真的很累，太累了。特别会员跟普通会有什么问题，我还要再帮忙服务。你看我们的团队做得这么理想，哪一家像我们这么好，这么优质的团队。然后进来就看扣讯，然后不理你的多的是，哦，所以有人说，你那投顾公司哦，在有时候刚进来一个样子哦，我们从头到尾都是以续约为主啊。所以想跟大家讲，你看清楚我的节目之后，你如果你有兴趣再来打电话进来哈，那你如果认为说啊，想东想西比较来比来去的话。哎呀，这种东西比来哈是比不完的，是浪费你的生命跟时间点。那今天我有记事本有资料，你可以去拿哈，送免费赠送的，而且很长篇的一篇文章，你在外面看不到，那个都是我特别哈从法人那边拿出来的，代表什么？这些股票未来都有机会，只是先跟你讲，哎，你不要在那边欧北卡位哦。我还没有叫你进场，我已经在那边上面写的很详细了。我叫你进场的股票是像这种股票，和春、这个地方啊，在卖的时候我怎么跟你讲的？我差点会来笑，老师啊，今天跌破怎么办？啊，今天没有办法当冲嘞。我说一定要天天当冲啊。他说，那我现在手上多买怎么办？所以啊，这有时候我要很难跟你讲嘛，有业务也没办法啊。啊，最少你买我的股票，你多买的不会赔嘛。51.2，过没在两天之后，你要再买一个51.6都没有了啦。跟你讲真的，而且51.6我就做进场，5月27号开盘你还一点点机会可以买，马上10分钟见涨停。
哦，而且我们是通通都有的机器人概念股，所以说有一个特别的服务的人员在帮你做服务，帮我们的这个新加入会员都一直很感恩。他说他参加这么多投顾哈的老师哦，只有我们最真诚。哦，阿丽亚都被搞骂说老师阿丽公很现实，都不送东西哦，你不能怪我，因为这是我的责任。会员进来我就会照顾你哈，该我做的事我会做的事啊，我没这么鸡婆，不该我做的事我一样都不会做啊。我又不是诈骗集团，刚刚每天在跟你讲那样的，所以你想清楚之后再要不要赚钱，你自己看着办。搞不好你觉得你钱够用了，哦，那我觉得赚钱是一种乐趣，哦，你可以帮助别人，然后也可以让别人赚钱的话，我觉得人生是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开勋，你看黄仁勋，哦，那像和春这个机器人概念股，我们就在51.6买进哦。哦，麦克摩给你改接哦，9.2分哦，哈，都还有五。现在我们在早之前就有买了，之前那会员有些是看到跌破50块，老师可以，而且我跟你讲真的，我的会员就是这样子，有我的 LINE， 我说加嘛，乖乖加49.5，要高兴的不得了，不是当天有涨停板了吗？不是10分钟见涨停，不是涨9.2分到9.13分。真实的数据啊，说日日进才有什么难的？你这样子的操作，你满不满意？你想要谈不？好，你要就来电，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好，这一定要把动作做出来。你说老师啊，你抱我们一下啊？怎么抱啊？你没看到9.2分还在加嘛？要怎么抱给你啊？我上盘中节目都已经10:30了。啊，我会员买都来不及嘞，真的，啊，会员现在太多了，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我开始可能要分批，不能全部哈，我开始要稍微能分一下哈，要分一下，否则的话这样子有时候太快涨停板哈，有些人心脏受不了。老师，我都的才要我买到多少钱呢？52，还是涨停板啊？还是涨停板？但是到今天就不一样，今天来到哪里？哎呦！今天直接来到今天63块，还多了12块以上。那一张就是12,000，10张是12万。时间多不多？没有，五月底到现在实在没几个交易日。所以说实在赚钱有时这种真的是一种哦，你就是轻松赚，然后不要想那么多。因为有些股票你想太多，你进不下去。哎呦，这么高了，你每天有这么高了。你有没有想过？我常给你比喻一件事情，你就看那个加密货币啊的比特币啊，67000啊，连现在它来到7万，对，现在好像在67000，连一你连看它那个币都没有，都六七万的美元，好。那现在听说有个以太坊的那个龙二哈，我们讲那个。他现在因为要美国要正式承认他哦，要交易所承认他，你知道吗？已经来了快四千块美元，好，哦，美元。如果严格说起来，这些股票的话，你如果比起辉达来说的话，辉达是太便宜，才跌9块钱，还在1000多块钱。对不对？你那时敢相信辉达来到1000块吗？所以啊，股市的钱是赚不完。好，懂的人真的要好好跟着懂的人来赚钱，不要老是画地自限是浪费你的时间。好，这个当机多一天，好多抱他一天，他就多给你多钱。好，抱到今天，然后就多抱一天，多赚钱就对了嘛。那每天轻松赚嘛，你也不用起来去看盘了嘛。啊，今天要不要看盘？现在实在跟你讲说，今天你有的继续爆了。我跟你讲真的啦，这种股票真的结束讯号之后，我有会员问说，老师，可是我喜欢做波段，我可以留个一些。那请问一下，什么时候你会抠出吗？我说，短线当然你要每天日日进场，我们就一定就是会有点灵活的操作。而是波段这种股票，绝对没有结束了。绝对没有结束，什么时候它有结束讯号？你要是我的会员，你会很幸福的。我的股票不止让你赚波段，连在高档的时候，
我都会告诉你卖掉哪个地方，法人已经在卖，我都知道。很多人应该认识我，在好几年前那个宏达店在1300的时候，我叫全部，我公开电视上讲1300就是高点，全部卖掉，因为毛利率在衰退。多少人那时还不相信我，现在40几块的人哀哀叫，那当然也有人相信，哦，600多块又去买了，又把300多块又把它买回来啊。现在哦，说实在，我本来对它很有兴趣，但是在说，因为比它好的股票太多，所以我这次就不规划宏达电给你。很多人说，老师，宏达电什么时候可以买？我本来也很有兴趣，要想看它有没有点表现，因为后来发现，人家合成的比它来的好很多。因为时代在改变嘛，所以你要不要执着在单念一，不要单念在你曾经跟他很熟悉的那些股票上面，那不见得会有钱，要改变。好，那这张股票也是很好的股票，我就认同它叫台达电。我说，哎呦，老师这个很股呢，对啊，它股本也很大，259亿啊，但是它子公司有一档股票叫6245，今天是涨停板的哦，6245立端哦。有被点名到哦，谁点名？就是勋哥点名到啦，他点名到什么？现在只要跟这个有贴上关系，易冷、散热、电源供应、机器人，还有自动化，他通通都有啊。台达电在这家公司真的是一个，他实际上他的地位哈，我敢说这家公司是很有国际地位的。甚至大声的告诉他，不输台积电，我告诉你，刚好两个中间差一个字而已，真的，他300多块便宜的不得了，这个股票只是说，它会有点慢，而且它前波高点还没过嘛，所以代表什么？我当然是没有看坏啊，早晚一定要过前波高点。哎，我这样讲，你不要自己去追哦，我是很想，因为有时候股票这样，它有时它的点位就，我能确定说，这种股票本身未来会创新高。但是的确，现在已经涨上来了。我300块以前就有跟你讲过了，所以你也找个机会让我买一买吧，哈，或者什么，或者它立端也不错啊。立端也今天涨停板，而且开盘直接登涨停板，因为什么？辉达有关系嘛，子公司。好，那立端开盘涨停板，它也是工业电脑的，哈，也是。台达电，可是我如果是我是你哈，我会买台达电。如果我真的是河粉，我会买台达电啊。立端为什么不能买啊？就因为我不喜欢买涨停板的股票啊。我喜欢买股票未来会涨停板的。你有一天会看到，有一天哦，真的，那个等到台达电会不会有一天涨停板？当然有可能啊，怎么不可能？我告诉他，有一天一定会有机会的，涨停板或者跌停板，没有。答案是什么？我当时持续看多啊，所以老师对你也不错哈。哎，这个就是昨天的那个，把它印下而已，跟大家分享。你看，他就只跟他们两个坐在一起，哦，对不对？黄仁勋续托就只邀林百里跟张忠谋，啊，当然他已经张淑芬陪伴的啊。年纪这么大，总要扶他一下啊！92岁，哎，所以啊，他跟他们之间告诉你说，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哈。然后你所以相对他的供应链在哪？林百里的供应链是谁？广运今天不是灯就涨停板了吗？广达、广运，还有这个3013的成名链，我没有告诉过你吗？它是经过广达认证的，它今天盘中来涨停板哦。这家公司哦，要特别注意，因为今天有留个上影线啊，代表什么意思？当然就是有机会跌啊，很好啊。但是你想说，再回到我当初给你规划那个什么，哎呦，真的，亲爱的投资朋友，真的是你我对你这么好，你都没有感恩我，我什么时候给你规划？我70块就跟你讲过了。4月19号，而现在涨不到100块，而且它也是广达认证的，这主流都未结束。而且那个公开的时候，我们第一天邀请你的是明日之星的时候，70块买完不小心还套牢了，
它都跌到66.8，后来就一直涨涨涨涨涨涨，然后现在今天什么再怎么跌，它也在维持在93块附近啊。所以我跟你讲说，真的很多东西哦，实在好，你没有把动作做出来，真的太可惜了。真的哦，你跟着我，真的你可以大发、大赚、大发，不要老是为了那小钱哈，要纠缠在那个小钱上面。我们要大钱来这边赚大钱的，真的，我的股票到后面都有让你印证了。有时候老师你怎么你福气不错，因为我做人好，我从来很善良，我从来没有在跟你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啊，我也不太想做你生意啊。只是说你如果觉得我们的操作你可以接受的，你也没什么时间啊，股票这么多，你会分析吗？哎，我是分析师哎、欸，而且我考上很久了、欸，我在股市也已经，我常跟你讲说，从小姐做到欧巴桑啦，还要怎么样？就老啦，代表我的经验也够了吧？人家称我是东方不败，听得懂吗？代表说我这个人也是够犀利级哈，66.8。好，接下来这股票，我们那时候在4月14号也是全体的会员都接得到哈，就告诉他们这个地方就是。GB200 伺服器9月量产已经开出来了、哦、我们的手中的成名店就是广达的、哦、认证，所以我们通通没有大小眼，全部都有，但是有差别在哪，有些可以多通知一下，特别认证多买一些啊，不你如果哎呀老师我不小心我在上班我没有看到扣讯、哦、那可能就飞了、啊哦，可能就肥了。哎呀，我可能有自己有参加很多老师的，啊，你搞不好你就啊，我的钱已经买哪里了就没有，对不对？也很难讲哈、哦。所以我觉得说，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我希望我的团队里面有背后的一些很重要的精英人才都在帮大家做服务，当打拼，让你日日进财，希望你把机会交给专业就对了，啊。那对啊，啊，我们新会员后来买77块更高，没办法，你晚来就只能买77，但是现在看过来，77块会来吗？5月8还跌到77.45，所以我有时候，哎，我真的心脏还不错呢。我隔天，老师怎么跌了？涨停板，涨停板，老师要不要卖？这是会员的心声，说。我说不是你要得神经病，是我应该去看精神科了，真的，我精神会分裂哈，所以还好我有团队的帮忙之下哈，我可以好好的操盘哈，好好的。那你如果觉得这个地方可以接受，就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我叫你做动作才做动作，不要自己哈动作太多，在股市就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一个口令，你就可以日日进财。然后电话留下来就这样子，很简单啊！你说老师，我留电话给你好吗？嗯，你以为我是那个保险公司或是什么那个？哎呦，现在很多人打电话给你什么车贷啦，要你去借钱各方面，我没有这么无聊哈、哦。你电话留下来是你的好处，把我赖留下来，好把手续办好，你只会日日进财而已哈、哦。好。就这样子，那陈明烈就这样子进的、啊，然后后来5月7号，我要跟他讲说啊，就跌了，说回不去的，不会回去的。结果我们还在79.2继续买，买对股还要加码。你为什么你赚不到钱？是因为你买到股票你就太开心了，就直接把它卖掉了。我不会，我有些股票我会卖一点掉，是因为没办法，有些人他的资金上的问题。但是我的股票都是波段的，价差一定要做，波段没有结束之前根本不用怕它跌，就怕它不跌而已。这样了解有意思吗？就像这个成名店，还跌过啊，又怎么样？不乖乖的回去了，现在都90几块了。好了，那这个地方就是它的伺服器，随着你刚才看到的，好，寂寞是艺人，你都知道。啊，今天最高来99.7，收盘没有收最高，没有关系，这样才是一个机会的来临。哈、哦，下个机会希望
下一笔单子有你的绩效，有你的有你赚钱的一份，好吗？那记忆体模组这档股票，我上个礼拜跟你讲完4967，今天直接也是涨停板，因为电脑展要进攻 AI 运算，消息出来了。那今天直接就开高走高涨停板、哦、不要说我上个礼拜没跟你讲，我礼拜四就跟你讲了，我说三星这个地方，罢工会受益到哪里？我说我最喜欢就是群联跟实权、啊、尤其是实权、啊、是大标股啊，4967连续性的上涨不错吧？我选的股票跟你的老师有什么不同？这我不会骗你吗？每天跟你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啊，跟他这边过了就是他上这边，我就直接要告诉你，这张股票就是标股五颗星的股票，五颗星的股票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他还会再创历史新高，机会很大，十拿九稳啊！结束会有一个结束的讯号啊！上个礼拜跟你讲是5月30号，还记得吗？哈，对吧？就是礼拜四啊。啊，结果呢？你买了吗？你早上有没有看到它是这种样的一个？早上它怎么样？早上121啊，119.5啊。我上礼拜跟你讲的时候是在这边呢，在124啊。早上都，我礼拜四跟你讲完，礼拜我没上节目，我说老师对、啊、你今天是本多啊，不是啊，有时候人真的这么累干嘛呢？所以有时候会员照顾好就好了啊，有时候节目你。该跟你讲的讲了，买没讲一样你也听不进去啊，对不对？反正我讲的都是一样的、啊、叫你赚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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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你就不想赚，我有时候觉得我干嘛这么累哦。我那时候告诉你5月30号这张股票有看头，今天继续送你一根涨停板哦。AIPC 未来需求相当的大，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股票，实权。不是东西没给你啊，是你没有来找我啦齁。然后这个银建股哦、喔、很多人问老师银建股到底结束，怎么可能结束啦，只是它整理还没完毕，因为电子股这边 AI 在亮的时候它这边会上。我们进来买了一档股票叫长虹。你说欸对老师长虹以前很强欸。啊你啊后来你就没抢了啊，就因为它我在 DJ 啊。这种股票会创新高，开玩笑哎，还会再创新高，这个地方哦，机会很大，啊、哦，请你不要误看空。我跟我会员讲什么，113就是此波的低点，全体的会员通都收得到，所以请你有资金继续，我们这个地方开始要抢短15啊，所以今天每张最少赚个10块钱。啊，强短就是每张赚个10块钱也不错啊。虽然没涨停板啊，今天来到127啊，我你叫你老师买给我看。他说老师你怎么看出这个地方是底部呢？嘿嘿，这个只能做不能说啊，因为这就是我们会员能让会员赚钱最重要的秘密武器。啊 ，NVIDIA 的创办人黄仁勋就指这个都是点名广运嘛，我就早上跟你讲过啊。啊，广运不要，你看他写的名字这么大，广运，但是这个哈、哦，今天就开盘噔涨停板，不要说我没分享过给你哈，亲爱的投资朋友，从分享给你92.4，你还在笑我，隔天还跌到90.3，啊，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盘中节目嘛，刚好我买完之后它跌下来嘛，后来的，你现在都不要看5月16号时间，哎呀，给它吸涨又多涨了42块，而且今天什么134.5再创新里程碑，所以啊，要赚钱快来找我了哈，这个都真的啊，全体的会员有的92点是一买就套啊，隔天还跌到90.3，所以有时候你心不要太害怕嘛。我告诉你的东西哦，如果真的股票有问题，我不会讲。但有时候点位有点稍微哦，有点那惨，就是上一下，因为会员太多啦。那当然私底下通知的哦，有些会员的话，当然有时候
就是会员太多了，这也是我的一个很大问题。所以你尽量参加我特别会员，好，我坦白跟你讲，不是我爱你的钱，特别会员跟普通会员没有差多少。那如果你想试试看，从普通会员开始就可以了。我们一样哈，有什么问题，我何怀真免费帮你做特别的服务，这样好不好？哦，不要钱的，只送不卖哈，只送不卖，何怀真只送不卖，因为现在清代会员真的是不太想收了，真的太累了哈。也希望你们大家都赚钱，我都很开心，我就很开心了哈。好了，就这样子，这都以前分享过的资料，走过必留下痕迹。哪一个人会在跌的过程里面跟你讲跌的股票？哪一个？你去看所有的节目就好了。好，这么多100多个分析师，只有我有这个 gas 跟你讲，它会涨就是会涨。现在你还嫌买95.6也没有了。好了，就这样，答案就出来了哈。反正一切都是过去式。但是人生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未来请你跟上，我还是跟你这样讲，再跟你讲哈。而且你看这会员讲，老师假西洋哦，我说已经拉大成本，他买92块啊，结果到现在这样，哈，老师还好有你在，金价成本爆很大哈，就拉很大啦。那你爆越久，当然是吧，也是刚开始也是有点痛苦啊，要不要卖？要不要买？我说不用卖啦，你就抱着就对了啦。今天他都讲，老师我真的不想卖了，我还想再加嘛。早知道那天92块，全部把股票买在广运。我说没关系，机会多的是，请你跟上我的下一档哈。我下一档也在，我的股票都不贵，我股票一般来讲都是40-60块左右，我会最适合投资朋友让你买的比较多一点哈。那所以说。有机会就带你进财哈，那希望你持续赢，继续赢哈，也欢迎你持续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记事本上有资料，你可以去拿哈，好好的详细了解一下这档股票的基本面。我认为它目前有3颗星的价值哈，往后看3个月，搞不好有一天你会谢谢我一生哈。那想要日日进财的，马上赚钱的，马上赚，请你来电啊，这个电话就是在这边0800-370-888，欢迎你，明天继续持续赢，继续赢。然后进财专线，请你打通0800-370-888，我在等你哦，拜拜。跌宕起伏的投资是被割韭菜吗？选股操作的过程中，总是追涨杀跌，挑错标的。在股票市场中，我们拒绝继续当韭菜，获利是我们的目标，涨停是我们的期望。告诉你法人资金动向，跟着强势股赚一波，让股市霸王花何怀真带着您与钱同行。